忠实传递价值，解读全球好书。你好，这里是喜马讲书。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《习惯的力量》，副标题是“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”。就像副标题问的那样，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在下班之后坚持健身学习，而有的人却只会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？为什么你决定减肥了，然后又忍不住买了个冰淇淋？对于很多人来说， 改掉一个坏习惯很难，更别提养成一个好习惯了。如何才能掌控习惯的力量，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好？是《习惯的力量》这本书的核心内容。作者综合了近二十年来科学家与商业组织对习惯学的研究。他认为，只要掌握习惯养成的原理步骤，我们就能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，让人生焕然一新。 本书作者查尔斯·杜西格是《纽约时报》的一名商业调查记者，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历史系和哈佛商学院。扎实的学术背景和敏锐的调查力，让他能够用通俗易懂的事例，分析出生活当中被我们忽视的重要细节。通过本书，你可以了解习惯是怎么运作的，习惯的力量到底有多大，如何养成新习惯或者改变旧习惯。 我们先来讲习惯是怎么运作的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为了了解习惯的运作机制，用老鼠来做实验。他们在老鼠的大脑里植入了装置，监控老鼠的大脑活动，然后把老鼠放进了梯形迷宫里，在迷宫的另一端放置了巧克力。迷宫的设置是让所有的老鼠先待在隔离板的后面，隔板打开的时候。 会发出很大的咔嚓声。一开始，老鼠们一般都会在迷宫的中央走廊游荡，闻一闻各个角落，挠一挠墙壁，然后它们好像闻到了巧克力的气味，就在迷宫里到处爬。最后，所有老鼠都找到了迷宫中的巧克力。监控仪器显示，当老鼠在迷宫当中四处游走的时候，它的大脑工作得非常卖力，一直在处理接收到的新信息。 研究人员不断地重复这个实验，迷宫里同样的路线，每只老鼠都走了成千上百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老鼠停下来嗅各个角落的时间和次数减少了，他们穿越迷宫找到巧克力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同时，他们大脑当中的思维活动开始减弱，特别是大脑中与抓挠和闻嗅相关的脑部活动都停了下来。 这个时候，老鼠已经不需要大脑来做决策了，它只需要回忆起找到巧克力的最快路线。不到一周，老鼠大脑中与记忆有关的结构都停止了活动，在迷宫中急速前进、转弯、吃巧克力，变成了它的一种习惯，几乎不需要去思考。这个过程就是组织化，也就是大脑把一系列行为变成一种自动行为的过程。组织化是习惯形成的基础。 我们每天就是靠着大量的组织化行为来生活的，比如说在刷牙之前先挤牙膏，下了地铁头也不抬走向出站的电梯。科学家认为，习惯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大脑一直在寻找可以省力的方式。这种省力的本能是人类生存的优势，它可以让我们不用再思考基本的行为，比如怎么走路或者吃什么。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脑力来搞发明创造。 在实验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老鼠在刚进入迷宫、听到隔板抬起的咔嚓声和发现巧克力这三个时刻，大脑是最活跃的。这也是大脑决定把控制权让给习惯的时候。隔板没打开的时候，老鼠很难确定自己对这个迷宫是不是熟悉，或者隔板后面会不会藏着一只猫。要处理这种不确定感，大脑一开始就会耗费大量的脑力。一旦听到了熟悉的咔嚓声， 老鼠就接收到一个暗示，这个迷宫可能和以前一样是有巧克力的。在活动结束的时候，迷宫出现了巧克力，老鼠的大脑再次活跃，这说明它在做判断，确定事情按照它的预期发展。这个实验揭示了习惯是怎么养成的。首先要有一个暗示，它可以是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事件，提示人们去做出某种习惯性的行为。 在生物学中，这个暗示有点类似于一个外界或内在的刺激，让神经系统进入某种自动化模式，就像迷宫中的隔板抬起时发出的咔嚓声，这对老鼠来说就是一种暗示，让它的大脑受到刺激，选择在迷宫里找到巧克力的爬行习惯。第二是要有一个惯常行为，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习以为常的行为，我们也可以叫它习惯性行为，它可以是身体思维的行为。 也可以是情感方面的。对于老鼠来说，就是当听到咔嚓声后，快速前进、转弯、找到巧克力，就是一个惯常行为。对于人类而言，这个惯常行为可能是抽烟、喝酒、打游戏，也可能是看书、晨跑。第三是得到奖赏，奖赏会让大脑分辨出是不是应该记下这个回路，以后可能会用上。 每次老鼠找到巧克力，得到奖赏之后，它都会感到满足，然后记下这个回路，下次它还能不费力的得到奖赏。就像有的人打游戏可以排解无聊，有的人喝酒是为了忘记烦恼，暂时的逃避无聊和烦恼对他们来说都是奖赏，刺激他们记住从感到无聊到打游戏、喝酒，然后感到满足的整个回路过程。慢慢的，这个由暗示习惯性的行为奖赏。 组成的流程反复出现，变得越来越自动，一个习惯就养成了。你比如说，有些习惯赖床的人会在闹钟响起之后习惯性关掉，然后又不由自主地继续睡觉。这个例子当中，闹铃声这个听觉刺激作为暗示，神经系统接收到闹铃声这个信号，会自动进行关掉闹钟再继续睡的行为，然后会获得渴望、舒适、放松的感觉作为奖赏。 了解了习惯的运作机制之后，我们再来分享几个故事。听完之后，你可能会感叹习惯的影响力原来这么大。先来说一个医学史上著名的案例——尤金·保利的故事。尤金在七十一岁的时候不幸得了病毒性脑炎，从此之后他就丧失了记忆功能。不管医生和护士自我介绍了多少次，他依然记不得他们的名字。等他出院回家，他也记不起自己的老朋友了。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，尤金每天早晨都会自己起床，走进厨房做早餐，再回到被窝玩收音机，然后重复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。而且每次看到研究人员使用电脑工作时，他都会惊讶地重复同一句话：“我当电子工程师的时候，这东西得用好几个六英寸的架子撑起来呢。”通过测试，研究人员发现尤金的记忆停留在了1960年以前。 他完全记不起自己过去三十年的生活了，但他在那段时间里养成的习惯依然保留着。有一次，研究人员让尤金画家中各个房间的示意图，但他根本想不起来，也画不出来。研究人员问他：“那你早上起来是怎么找到厕所和厨房的呢？”尤金说：“他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他确实能找到厕所和厨房的准确位置，而且他还可以自己逛街。” 前提是路边的标志性物品，比如油桶、路牌等都没有发生变化。这就是习惯的力量，让尤金在失忆之后还能靠习惯过着正常的生活。这个例子说明，习惯是不会消失的，它们已经被嵌入了大脑的结构当中。只要有对应的暗示和奖赏，它就会出现。一旦养成了宅在家里不跑步的习惯，或者看到零食都要吃一口的习惯。 那这些行为模式就永远留在了大脑里，但习惯的这种属性也有好处，比如说，只要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就算隔了很多年不骑，你还是会骑车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核心习惯的故事。什么是核心习惯呢？就是那些对其他习惯的形成和改变有决定性影响的习惯。核心习惯看似微小不起眼。 但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。美国铝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之一，效益非常好。但从1986年开始，美铝公司多次出现了管理失误，被竞争对手抢走了顾客和利润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美铝公司的新总裁奥尼尔上任了。为了扭转公司的命运，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很小的、容易考核的小指标。 而且这个指标适合所有人，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美铝的工伤率降到零。奥尼尔要求出现工伤事故必须二十四小时之内报给他，并同时提出不再发生此类事故的对策。下属做到了就能晋升，做不到就撤职。奥尼尔从上任到退休整整十三年，他都在狠抓零工伤率这个小指标。虽然这个指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。 利润增长率相比很不起眼，但却有着核心影响力。因为要做到工伤率降为零，出事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内上报，高管人员就必须深入一线，简化繁琐的管理结构，好让事故报告尽快的通过各个管理层上传给奥尼尔。于是，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过调整变得扁平化了，高管人员的管理水平也做出了根本改变。接着，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了。 随着工伤率的不断下降，员工满意度和士气不断提升，销售收入和利润也跟着增长了。奥尼尔把零工伤率变成了所有美旅人的核心习惯，加速帮助了其他好习惯的养成，使整个美旅公司的行为模式焕然一新。再举个例子，过去十年，研究人员调查运动对日常行为的影响，发现当人们养成运动的习惯时，即使是一周一次的运动。 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其他相关的行为模式。运动的人吃饭吃得更香，工作效率更高，相对来说更少抽烟，对家人和朋友更有耐心，而且更少使用信用卡，压力也更小。所以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如何养成新习惯或者改变旧习惯。先来听一个塑造新习惯的故事。十九世纪初，随着经济的好转。 美国的有钱人开始大量购买含糖量高、制作精细的食品，美国的国民口腔健康水平直线下降，甚至在美国政府征兵的时候，有大量患有龋齿的新兵。尽管如此，美国人还是不爱刷牙，直到一款名为“白素德”的牙膏出现。其实，在白素德牙膏出现之前，美国已经有不少牙膏产品了，但是都不成功。 而在广告人霍普金斯的运作下，短短十年，白素德牙膏不仅让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国人养成了刷牙的习惯，占据美国最畅销牙膏的宝座长达三十几年，还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产品之一，远销国外。霍普金斯认为，要想卖出白素德牙膏，必须要有一个诱因来让美国人习惯刷牙。他看了很多牙科书籍。 当他看到牙菌斑的时候，想到了一个点子，把牙菌斑称之为垢膜，污垢的垢，把牙膏宣传成了美丽的创造者，能够消除牙齿上的垢膜，然后通过广告让垢膜成为一种刷牙的暗示，一种养成习惯的诱因。霍普金斯开始设计广告，然后把这个传单贴满在大街小巷。我们来读一读其中的一段广告语：只要用舌头舔舔你的牙齿。 你就会感觉到一层垢膜，它令你的牙齿看起来颜色不佳，引起蛀牙。一般来说，读到这些话，受到诱导的人们都会下意识的用舌头去舔牙齿，感觉到牙齿上的垢膜。按照他的预想，使用白素德牙膏带来的奖赏更加诱人。我们来听听白素德的另一个广告文案，注意到了吗？周围那么多人拥有漂亮的牙齿。 千百万人正在使用牙齿清洁的新方法，哪个女性愿意她的牙齿上有暗沉的垢膜呢？白素德能够赶走垢膜。是啊，谁不想变得美丽动人，不想拥有美丽的笑容呢？尤其是拥有这一切，只需要用白素德刷个牙就可以了。霍普金斯在他的自传当中写道，他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系列能让消费者养成新习惯的营销规则，那就是第一。 找出一种简单又明显的暗示，比如购膜；第二，清楚的说明有哪些奖赏，比如能够清楚购膜。这两个规则革新了广告业，成为两百多年来营销学教科书的典范。但实际上，光有这两条规律还不够，创造一种习惯还必须满足第三条规律，那就是创造一种渴求感。白素德的成分里加入了柠檬酸、薄荷油以及其他化学物质。 厂商的本意其实是让牙膏味道更加清新，但却没有想到收到了预料之外的效果，那就是让使用者的舌头和牙龈有凉丝丝的刺激感。在白素德牙膏称霸市场之后，竞争公司马上研究它畅销的原因。他们发现，顾客如果不记得用白素德刷牙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牙齿很脏，因为嘴里没有那种凉丝丝的刺激感。 他们觉得，只要有这种感觉，才能确定自己的口腔是干净的。也就是说，顾客每天都在期待着、渴望着使用白素德牙膏带来的刺激感。一旦他们将这种感觉等同于干净，那么刷牙就变成了一种习惯。所以，今天几乎所有牙膏都含有这些添加剂，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让口腔在刷牙之后有刺激感，让消费者得到一个信号来提醒自己：我刷了牙。 我的口腔是干净的。白素德牙膏的故事说明，是一种渴求的感觉在驱动着习惯。找到触发渴求的方式，会让创造新习惯变得更容易。总结一下，养成新习惯的秘诀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暗示，加一个习惯养成的奖赏，同时还要培养对这种奖赏的渴求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要养成勤锻炼的习惯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暗示。 比如一醒来，看到窗子就去换鞋跑步，然后找一个奖赏，比如完美身材。当你想象走在街上，人们对你的身材投来的羡慕目光时，你就会对好身材产生渴求感。这种感觉会让你每天更想去健身，慢慢的，健身就成了你的新习惯。好了，讲完了如何养成新习惯，再来说如何改变旧习惯。 虽然习惯一旦形成回路就会变得非常稳固，但要改变起来其实也很容易。秘诀就在于黄金法则，就是在相同的暗示和奖励之间替换掉原来的行为。二零零六年夏天，一位名叫曼蒂的二十四岁大学毕业生，因为咬指甲的习惯去看心理医生。他说自己从小就有这个习惯，经常忍不住就要咬指甲，而且咬到指甲出血才停下来。 这个习惯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社交和恋爱生活。他曾经试过涂禁止食用的指甲油来阻止自己，但是完全没用。所以他希望心理医生能够帮助他。心理医生决定根据黄金法则，将一种新的行为植入到曼蒂的生活里。通过分析，心理医生发现，曼蒂之所以爱咬指甲，是因为无聊。他想要一种强烈的充实感，咬指甲带来的充实感就是奖赏。 于是，心理医生告诉曼蒂，每当他感到手指不自在的时候，马上找一些有实质性刺激的事情来做，比如摩擦手掌、在桌子上敲指关节等。后来，医生又给他布置了新任务：当指尖不自在的时候，就在纸上画一个勾；当成功克制住咬指甲的习惯时，就画一个斜杠。一周之后曼蒂只咬了三次指甲，打了七个勾。他做了一个指甲护理来奖励自己。 并且坚持打勾画斜杠的代替行为，一个月之后，他已经不再咬指甲了。Mandy 的故事表明，习惯是永远不可能被根除的。要改变习惯，你必须留住旧习惯中的暗示，保持旧习惯中的奖赏，但是要插入一个新的行为。再用戒烟来举个例子，很多人抽烟并不是因为喜欢尼古丁，而是觉得抽烟能够让他们缓解压力，感觉放松。戒烟要做的。 只是把抽一根烟换成另一种代替行为，让人们能在感到压力的时候同样感到内心舒缓。这个行为可以是找人倾诉，也可以是运动，只要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，获得同样的奖励，就是成功的。而当旧习惯过于顽劣时，还需要另一种支持因素——信仰，就是相信自己能够改掉坏习惯。这个时候，团体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 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改变；但当一群人聚在一起时，大家就会相互鼓励，树立信仰。这也是为什么微博、豆瓣上会有那么多早起团或者背单词小组的原因。刚才说的是改变旧习惯的原则，但是具体要怎么操作，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实践指南。第一步是找出习惯性的行为，作者举出了自己的例子。 他喜欢在写作时去咖啡厅买巧克力豆饼干吃，这个坏习惯让他胖了八磅。为了戒掉这个习惯，他在电脑上贴满了提醒纸条，但是没有用。于是他开始分析自己的习惯，首先是确定自己想改变的习惯性行为，那就是每天下午从桌子上起来，走到咖啡厅买巧克力豆饼干，然后和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吃。 分析到这里，作者还在思考一些更加隐蔽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个行为的暗示是什么？是无聊了，还是饿了，还是说在投入下一件工作之前需要休息一下？吃饼干就是一种休息方式吗？那么奖赏是什么呢？是饼干吗？还是换了环境？还是暂时散心？还是说跟朋友聊天？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，你需要实施第二步，做一些小实验。 为了确定哪些渴求在驱动习惯，要用不同的奖赏做实验。作者调整了自己的习惯性行为，比如不去咖啡厅，而是去社区散步；比如去咖啡厅买甜甜圈，而不是买巧克力豆饼干；或者是买饼干，但不跟朋友一起聊天。总之，就像做科学实验那样，控制一个变量，但其他不变，观察不同的行为带来的奖赏结果是否能让自己感觉到满足。 作者发现，即使不去咖啡厅买巧克力豆饼干，只需要跟朋友聊天，也会觉得满足。那么，说明他想要的是临时放松和聊天。一旦找出习惯性行为和奖赏，剩下的就是第三步，找到暗示了。科学实验表明，几乎所有习惯的暗示都是以下五大类当中的一类，它们分别是地点、时间、情绪状态、其他人和之前紧挨着的动作。 所以，当你想要找到去咖啡厅买巧克力豆饼干这个习惯的暗示时，你可以在自己有这个想法时记录下这五个关键信息：你在哪里？当时几点钟？你的情绪怎么样？周围有谁？在想去买饼干之前，你做了什么？通过多次记录，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出现最多的那条信息，就是诱发你买饼干习惯的暗示。最后一步就是制定计划。 比如，作者喜欢下午去买饼干。通过以上的步骤，他发现暗示一般出现在下午三点半左右，于是给自己制定了计划：每天下午三点半到朋友的办公室聊天十分钟。为了确保记得这样做，他在手表上设定了下午三点半的闹钟。刚开始总是忘记，但后来他强迫自己按照计划行事，每次闹钟一响，就马上走到朋友的办公室聊天十分钟。 最终，这个行为变成了自发行为。即使不代表到了下午三点半都会站起来找附近的人聊聊天，然后回去工作。这一切已经成为了他的新习惯。虽然改变某些习惯很难，有时候改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，也会经历反复的实验和失败。不过，一旦你弄清楚了习惯的原理，能够分析出暗示习惯性的行为和奖赏时，你就有了超越习惯的力量。 好了，习惯的力量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。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，我们明天见。